酸也太酸了吧！哎，不能碰，不能分心，不能分心。人生初次棉花糖。各位大家好，我是 Sandy， 今天呢要黑羽的联名企划 YouTuber 企划又来了，它这个是儿童节企划。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儿童节要拍片，它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压力小一点，找回童心吗？我也不知道这个主题。好，那这个主题参加的有黑羽、柯帆、我跟八婆。那我这边一样也是天堂地狱，我收到的是黑羽给我的天堂，然后跟八婆给我的地狱。那我这个人喜欢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喜欢的放在最后，所以先来开地狱。你们也可以去看我送给别人的，我送的也是我觉得很符合儿童节这一个主题。八婆送我这个，我刚想说他送我一本书，所以因为可能对小孩子来说读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嘛，但是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有卡片啊，字好美哦，上面字好漂亮哦，给漂亮可爱的 Sandy。 东瞧瞧西瞧瞧，找一找动动脑，喜欢玩各种游戏玩具的你一定听过威力在哪里这本童年必玩的图画书。在这个特别日子里，我们线上小时候大家都很爱玩的威力在哪里八婆特别精装版，里面充满了我们的巧思，希望能成为你的双眼，与你一同玩乐，同乐，儿童节快乐。我先跟各位说，我小时候没有玩威力在哪里。我记得我是长大了，高中还大学的时候，就是好像变成什么手机游戏还是网页游戏，我有点忘了，我才有稍微玩过威力在哪里。我小时候是没有玩过的。他说是他们特别版，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他没有打勾，这是他们打勾的地方吗？我不懂他写八婆特别精装版的意思。有看到吗？他这边其实有写字哎，所以他的意思是八婆们也有在里面，然后我要找是不是？哦，我知道了啦，我看很久才知道，他们打勾的地方，就他们好像是有帮我完成的意思，他们有勾，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你看，他们打勾，然后这边他们有帮我找，所以是一个他们陪我一起玩的意思吗？好像有点贴心欸，他们陪我一起玩欸。其实我觉得他们很有心耶，对我来说他们心意很足欸。我是开心收到这个东西，而且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我第一个可能是他那个有 checklist， 然后都会有三个，然后他们会在其中一个地方打勾，可能是他们帮我破完了，或是他们有帮我破了其中一个 list。 我是开心的欸，因为我觉得好险没有帮我玩，因为我根本不会玩。喂，我不会玩这个，对我来说我没有强迫症一定要找出来。我觉得不错啊，就是谢谢你们已经帮我找了，我很开心，我真的有跟你们同乐的感觉。我觉得你们太用心了，你们的字好美，然后这样很用心，这个算地狱吗？心意我很爱，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注重心意的人啊。怎么办？我觉得你们很棒哎。好，废话不多说了，我们来看一下黑羽送我天堂。黑羽这个人送天堂，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啦。我不知道他会送我什么东西，我觉得他送的东西都是地狱。我先跟大家说，我没有看，我是提在这样，然后就放在旁边，完全不知道这里面这一盒是什么。来看一下，云朵棉花糖机，这个感觉好像还不错哎，是真的是这个盒子吗？说不定是假的啊！我看一下他写给我信，感谢你参加这一次儿童节交换礼物，恭喜你抽到我的天堂礼物。你以为我只是单纯给你礼物就结束了吗？当然要有任务。不过既然是天堂，任务就简单一点。包装内有四种颜色的糖粉，请使用这四种不同颜色的糖粉组成一个四色棉花糖吧。所以是我是要跟着任务走是不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他任务走啊？我是收礼的人欸，我可以自己决定我要怎么做吧，为什么我一定要跟着他任务走？先开封，四包颜色的糖，好可爱哦。他这个有说他是欧风设计，所以他这个其实在家当摆饰也不错。好的，我稍微调了一下镜头位置，让大家才能看到这个东西。这个好可爱哟，它好复古哦。你看，其实它的外形我非常喜欢哎，这个在家当装饰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现在就是我要来用它做东西。我这个拍黑羽的东西又要转战到厨房了，各位，我要去厨房了。
好的，我现在到了厨房了。他说要打开让它预热。开关是什么？这个。所以这个是转盘呢。然后他说预热3到5分钟后关闭。哦，开关就是这个，让它转，然后它现在就热了。它旁边这个有开关，开了之后它这个就会开始发热。3到5分钟之后关闭，然后转盘完全停止之后呢，取糖一瓶少的糖倒在旋转盘的中央，重新打开开关，待主机加热。怎么那么难啊？他没有给我竹签，好像给我竹筷。我们先用前置作业。他说要用他的勺子。我们要过黑羽的任务啦！我现在只要可以做出一个棉花糖，我就很满足了。然后他说5分钟之后关掉。关掉之后，倒在旋转中央，倒下去。各位看到我倒进去那个旋转中央了。倒进去之后，重新打开开关，旋转盘再旋转。1到2分钟之后，棉花糖就会喷出来了。那我现在很忙哦，我要接他的那个哦。哎呦，太难了吧！我当时要边转动竹签，然后边这样用，等它喷出棉花糖。太难了吧！我不知道我接不接得住哎，好紧张哦！哎，有了，有棉花糖，你们看到吗？我怎么旋转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好像有什么东西，可是我要顺时针。好像有哎、欸，我好像有哎、欸！天哪、啊！我被烫到，等一下我被烫到。不要一手拍一手用，我现在认真。手也太酸了吧！哎，不能碰，不能分心，不能分心。人生初次棉花糖 ，Oh my god， 太烂了吧？为什么做那么烂？不然我再来一个好了，我用个红色的。我现在已经不是为了黑羽的任务了，是我觉得我不能这么烂。然后刚还有一个，因为边拍片边用，一手拿那个手机，然后没有注意它掉掉，直接掉一块。它怎么这么震动感觉啊？我觉得我红色这个好像比较成功哎，对，一回生二回熟。可怜，我累了。其实前面做的还蛮好的，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变这样，感觉有点猥亵。但是这是我做的棉花糖，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我已经尽力了。现在来试试一下，以后去夜市不要觉得棉花糖很容易了，棉花糖超难。嗯，好吃啊，就糖啊，硬掉，中筋都硬掉，全部都硬块，都是硬块。好，就先这样吧。我真的是觉得黑羽不要这样弄我哎！我现在参加他2次企划，都在厨房把东西搞好。我先说那棉花糖机，它是真的还不错，但是做棉花糖我不知道这么累，我手好酸哦，而且。
它那个要用成一个漂亮的棉花糖是要很有技巧的，哎，我用不出来，哎，我不知道是我角度不对还是怎样。好，没关系，不管怎样，感谢黑羽骑士邀请我参加儿童节 YouTuber 互相交换礼物天堂地狱版本。我是觉得我今天拍了莫名其妙的影片一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但是我就觉得莫名其妙。那不管怎样，祝大家儿童节快乐，拜拜。